你们听说了吗？安的考题居然是分出一件衣服怎么穿才对。衣服穿上去不就知道了吗？不，大师的构思肯定不一样，千万别少想了。没错，再说安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，难怪这么多服装编辑都阵亡了呢。 如果刚刚抓到你的不是我，是保安的话，你知道后果吗？我是公司的员工，应该没有关系吧。这件事情呢，是服装编辑负责的，你只是临时员工，如果被别人看见，会把你当做是小偷的。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你做事你不考虑后果的，你刚刚那样子明明就是个小偷啊。可是都没有人要把衣服给我看，我只能用这个方法。而且，名设计师的考题真的很吸引我。拜托。 给我看一眼，一眼就好了。快点啊！这就是 N 的考题啊，怎么长这么奇怪的？ 最穿，OK， 穿一下吗？不要弄坏。好看吗？可是你的手从哪里伸出来啊？手，它变成翅膀啦。 大笨，谁呀？只是我众多的追求者之一，还不是特别熟。不太熟，以后就别做人车了呗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做了松鼠桂鱼。不吃了，我刚吃过法国大餐。我给你做点甜点吧。我减肥。那我给你泡杯减肥茶。 大杯的，怎么？不用那招了？啊！我忘了告诉你哈，我叶莎莎呢，打从幼儿园起就不乏男人追求，所以算得上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情场高手了。衷心的给你一个建议哦，就是你那招不搭不理已经过时了 ，out 了，懂吗？ 干嘛？穿上它。这是你的衣服哎。我们要实战训练，走。不行，林杰，这好像有点小哎。来。Hello。 嗨。 你需要的不是恐惧，是勇气。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。 先从最基本的药电话开始。好，那个好吧，那个，不行。啊，这有这个。好，这个。啊。电话。找不到了，就再买个新的呗。我看你的这身打扮，也不像是插车两千的呀。
那是我女朋友留给我的唯一纪念。她上个月过世了。看不出来你还蛮专情的嘛。那好吧，让我帮帮你。电话号码是多少？电话号码是138。我来帮你吧。嗯，好。在这里，早念着啊！哎，谢谢你啊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还是保存好一些。啊，喝一杯吧。好的。啊，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保密。我再打给你。好。2分钟要到电话。你这是？你第一次，30分钟就好。30分钟。哎，选一个。那我找谁啊？谁啊？那个。啊、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他、啊。对对对，啊，去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快去。啊，好。啊，我去厕所。啊。你没事吧？别烦我。其实是我手机丢了。耶！你是想泡我吗？如果你想泡我，现在刚好是机会。我失恋了。那你来干嘛？我是去。色大胆小，不是，其实我是喜欢一个女孩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追她，所以我朋友把我带到这儿来学习的。很简单，就是给她她想要的，让她开心。给她想要，先生你好，小姐酒还没买单。啊？怎么样？找没找到明确的答案？答案实在太多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至少找到不下36种穿法。这就是你们的答案吗？目前正在研究您的作品，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我看不需要了。我不应该先到相信，我应该先去你们的对手盛世时代，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答案了。安非常看重相信的能力，相信你们可以找到答案，所以才先到这儿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疑问。我们的这些服装编辑都是专业的，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想出了36种穿法，你现在又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答案了，我不是很理解。你的意思是我整你们喽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出的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误解。我的意思我自己会表达。你这一点倒是跟谢雷震蛮像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可以试着说出我的答案吗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赶紧出去。你说。我认为这件衣服怎么穿都行。这就是你的答案？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夏红狗。那你是怎么想到答案的？因为这件衣服本来就有很多种穿法，如果再把本来的结构破坏掉，又会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。你的考题只是考验我们对服装的理念，而不是真的要我们说出它到底有几种穿法。因为人是活的，衣服也是活的。没错。一件衣服有那么难吗？你们想太多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麻烦你们过来签一下下个季度的广告合约。
是我们向阳卫视的名主持人刘洋吗？怎么那么有空啊？没办法，表现太优异了，被挖过来了。你也知道，灭绝是精英吸铁，不是精英不挖角的。嗯。刘洋，文雪，那个素媛找你呢。果然是特大号男花瓶。为什么这种人会调到我们部门呢？难道连灭绝也被他的外表迷惑了吗？瞎了吧。灭绝也是千千万万不得已，这是上面的交代，说是让主持人磨练磨练，学一学一幕后工作经验。好，陈姐，苏燕也叫你过去。刘洋，你应该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调到这个部门吧？当然，因为你只收精英。听说你是台里最令人侧目的新秀，是瞩目才对。一会儿你们三个一起去采访这家网上超火的店。超大饺子店，难度这么低的题材，应该是周末特别版吧？不需要我们三个人都去啊。对，我跟本雪去就行了。哎，你不觉得你才是多余的吗？总编，我要求我一个人去。刘洋必须去，这是上头的命令。至于林杰，我要求你跟他一起做所有的 case。我完全同意。为什么？不要忘了，你们的分数是一起的，升职一起升，离职一起离。42分48秒啊，不过比上回快了有3分19秒呢，有进步啊，加油加油，鼓励。这次去云南拍照，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。嗯，说好了的，跑进30分钟才带你去的。你自己都跑不进30分，你还说我？同学，我可是让你好不好啊？我不管，你要不带我去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那行，那你跳吧啊！我不看啊。嗯，那你和我一起跳。凭什么呀？因为如果你要跳的话，我肯定会和你一起跳。沈强呢？请假了。喂，你们怄气了？怄气？跟谁怄气？怄什么气啊？当然是跟他啊。我跟他什么关系啊？跟他怄气？难道你没有跟林杰交往？我怎么会跟痞子在一起？喂，你们当我聋了？痞子又怎么样？干嘛不承认啊？办公室恋情又不罚款。我说没有就没有。要没这回事的话，林杰干嘛那么照顾你？听说在部门聚餐的时候，他跟老白吵起来了，吵得可厉害了。
是吧，林杰？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你真是太妙了，居然出这么刁钻古怪的题来。不过夏红果也是更妙啊，一个临时工，居然可以答出设计大师出的考题。是啊，当时我们大家都捏了把冷汗，以为他说错了。这夏红果算是歪打正着吧。应该是 M 手下留情，因为这件事听上去就不像正确答案。那倒未必 ，M 不是本来就很有设计才能的吗？这夏红果也好像的确是有本事，为什么不能考虑给他奖励呢？这是应该的，替公司争取到广告合同功不可没。这样，下个月给他加发个奖金吧。嗯 ，Family 不是正在和其他部门人员共享吗？倒不如把他晋升成为服装编辑助理，给他转正。Family 多点人手不好吗？公司里有很多比夏红果资深的员工还没有晋升到服装编辑助理，就算夏红果立了功，可能升迁的也太快了吧。夏红果的事情是一个典范，对全体员工都是一个鼓励和激励，这叫良性刺激。下班，沈强不知道去哪儿，莎莎去约会，华仔我就不知道。华仔留的言，他去找工作了，总算独立了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吃超大饺子。吃这个。太大了吧！吃吧。那你先吃吧。你先尝尝。我不是很饿。哎，大的给你吧，我吃小的就可以。你吃大的，你吃大的。我吃。谢谢。吃饭了，我做完了。我桌上还有一点文件，请你把它处理完。一定要今天晚上都做完吗？是啊。我就知道会受惩罚。你明明看我 end 考题了，为什么还要在大家面前发表你的意见？可是我答对了。就是因为你答对了，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，你事先看过考题。对不起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我真怀疑你的大脑构造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想的多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想；别人想的少的时候，你倒想的挺多的。我是不是闯祸了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？对不起。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。嗯。先吃饭。九点前离开公司，晚了没公车。九点。工作找的怎么样？还没找到，不过没关系，
今天6月11日是我华仔重新生活、重新开始的日子，我会记住他的。你们晚上吃这个，我没吃饭，那我先吃了啊。6月11号是沈强男朋友的忌日。爱你的心不曾远走，只懂逗留，潇洒经过世界尽头。月下爱上之后，小心翼翼呵护永久，像星星点燃了黑夜的天空，想牵起你的手，画出蔷薇轮廓，不懂放手，不舍心中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，留恋雨后刹那间的美丽彩虹。好多话想对你说，我却一而再而三的言不由衷。有人吗？这里，救命啊！拉着我手，快点，我拉你上来。下来吧，前面就是了。不行，哎，老实点儿。哎，先坐这儿吧。啊。哎，你家钥匙呢？这点小伤你都受不了，哎，你别乱动。告诉你，你这个脚没什么事儿，也就是软组织受伤，估计明天就好了。这是你男朋友吗？嗯。
哇，你看看，太夸张了吧！你们三个在干什么？不用上班。快来看看，这太没天理了！临时工三天就升到了服装编辑助理，能不能行了？想当初我熬了快三年，没想到红果只花了三天。就是啊。哎，你说可不可能是因为他解开了安的考题呀？那又不是什么天大的本事，不过是他运气好罢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助理出版人把他带进的公司。一定是他在给红果撑腰，肯定错不了的。这个夏红果心机未免也太重了吧，竟然敢赖着助理出版人往上爬。我们在聊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演技好还是真的不知道啊？你是不是为了静香妾才接近助理出版人的？不是，我们本来就认识啊，我们住一起。啊？你们两个同居啦？不是同居啦，楼上楼下。哪有那么巧，楼上楼下？他前两天搬来的。果然关系不一般呢。哎，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热爱摩登潮流的女孩。早跟你们说过了，我的情报准确度高达99%的嘛，你们还不信？看见没有，这就是香榭史上最快转正记录缔造的原因。如果各位对人事升迁有什么疑问，可以来问我，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们办的是摩登杂志，不是八卦杂志。现在是工作时间。请各位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好。Teresa，我给你发过去的照片，季姐看了没有啊？哎的，你等一下啊。季姐，你看一下，这是菲蜜的杂志封面要穿的衣服。这都是些什么衣服呀？土的要死，一件也看不上。喂，艾达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些衣服不行，有点太土气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我找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名家的设计，最潮的风格。季姐，你再看一下嘛。他们说这些衣服都是国际名牌，他们借什么我不管，只要配不上我就不拍。喂的，你看这样能不能再调整一下？你们再选一些其他的衣服，要看上去既大方时尚，又能够走在潮流尖端的，麻烦你了。哦。下一期封面人物是季节吗？是那个超级难搞的女艺人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俄罗斯果酱茶，难喝死了，让他们拿走。五星级酒店就提供这个。红果，红果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大姐，什么事？好歹你现在也是服装编辑助理了，别净干那些杂事儿。今天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做。真的吗？什么工作？用季节把你踢走，这次让你连临时工都做不成。好 ，OK 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受访者的名字是不是错了？绝对不会错，我都检查好多遍了。时间紧迫，这袋子马上就要播了，再不交给灭绝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拜托啊，一百分小姐，这名字就算错了，也不就差一个字而已吗？一个字就无所谓了吗？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受访者的名字到底是不是错了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哦，对，是错了。你早就知道错了是不是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名字错了，只有受访者一个人会生气，观众并不知道啊。这袋子要来不及播，生气的可是灭绝。他一气啊，我们都完了，是吧，老戴？啊，冰姐，问雪，刘翔说的没错，但播出时间比较重要，有些那小细节就别太挑剔了。是我挑剔吗？
这明明是他的问题，怎么是我的问题呢？本来就是你有问题，吹毛求疵。这是原则问题，我坚持要改。文雪，别争了，就这样，别改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不认真。你要学会变通，改一个字只要几秒钟，重新生成文件要20分钟，会延误播出时间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袋子还没有交出，你们几个在干嘛？开联欢会吗？为了坚持改一个错字，来不及播出，害栏目差点开天窗。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你总认为你是对的，当别人不符合你的标准，就是错的，是吗？不是。错字本来就应该订正，我应该更早的发现错误，而不应该为了改正错误而耽误播出。总编，文雪她。文雪，看来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。我问你，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？做好的节目。对呀，是做好的节目，不是做不犯错的节目。但是好的节目就包括了不能犯错误。那我再问你，一个节目的灵魂是什么？策划、创意、定位。林杰，你来回答。是团队。没错，是团队。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再过来告诉我吧。在此之前，你无条件听从林杰的。我都出去吧。真的被叶莎莎说中了，我真的没朋友。文雪，在忙吗？没有，我马上就离开了。能不能借我一个小时，陪我说说话，或者什么都不说也没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天。好，那我马上过来找你。好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哎，我正好找你有事。咱们能不能明天再说？我有急事儿。不耽误你时间，我只是想把费米娜上一期的销售报表给你。麻烦续一杯咖啡。好的。把彼此留到回忆。
宁波的用户暂时无法提供。非凡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非凡，你为什么喜欢看星星？因为我觉得我跟星星的距离就好像是现实和梦想的距离。这应该不是你加入观星社的理由吧？当然不是了。从小我就对天体运行的规律很感兴趣，每一颗都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，很有秩序，好像从来都不会出错。我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，都讲究秩序，喜欢规律。那可是王磊，他平时随心所欲、无拘无束的，他跟你很不一样。可能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吧。我觉得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会崇拜自己没有的特质。对了，你今儿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最近开始有点怀疑我自己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我认为对的事情，别人觉得是错的。那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就像天上的星星，你看它们每一颗都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，没有一颗是和别人一样的。只要按照自己的秩序，那就可以了。走了。辛苦你大老远背我回来。我的包。他是谁？一个歌手，我的救命恩人。哇，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。华仔呢？哦，他去找工作了。为了莎莎。嗯，也好，他也该自立了。真的很痛吗？你被我上楼。一起吧。哎，沈强，沈强，你猜哪个是我？右边的。啊，你刚刚看到我了。哎，好好，哎，等一下啊。红果，夏红。
红果。哎。你照着上面的地址，去拿季节明天拍摄封面的商住服装。好，有几套，你自己选呗。我可以自己选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是服装编辑助理，当然可以负责更重要的工作。